雄男子区日前有机车骑士跟义交当街互呛，这事发地点呢在男子区的惠兴街。原来当地因为道路工程必须得要封路，义交前来协助管制。尽管事前相关单位已经贴了公告通知，但是仍然有用路人通行受阻。就在沟通的当下，遭到义交高分贝的斥责，双方这才上演了口角冲突。光天化日，只见义交跟女骑士爆发争执。怎样啊？我要跟你打！怎样？下下通电话！你一言我一句，谁也不让谁。阿婆人家。看大声，不要紧啊。就算旁人急忙安抚，但这名义交怒火未消。当街互呛，其他用路人看不下去，随后义交被其他同事拉走，冲突这才落幕。原来当地封路管制，骑士跟用路人被拦阻，双方这才起口角。事发在30号，高雄男子区惠兴街跟惠城街，由于当地道路工程必须得封路，这才有管制情形。尽管事前相关单位已贴公告通知，但仍有机车骑士因为通行受阻，跟义交人员上演火爆冲突。没有谁对谁错，义交嘛无唔对，唔过态度问题，开卡袂使过，啊过发生代志要送上来，这是我的当地界，唔过你的态度不应该这么不好。尽管当地里长对义交态度颇有微词，不过也将心比心，体谅辛劳，就盼封路管制、义交用路人在沟通时能心平气和，避免类似争执再度发生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